打两句。안녕하세요저는리사입니다첫포켓스미다반가워요可爱。那周慧也谈一下今天第一次见到林湘姐。일단너무보고싶었는데보니까너무기쁘고실제로보니까더예쁘고더귀엽고너무친해지고싶어요第一次见到面原本还没见到之前就很期待要见到面但是见到之后发现林湘真的很可爱又很漂亮然后想要赶快感情赶快变越来越熟康莎米达那这边算是今年的第一场电影对不对没有我开幕战有对开幕战有跟优惠，那剩下的分配的单位方式是两个会参加什么分别吗？还是会？哎，这个我们舞蹈总监有分配。我一开始好像是在西东东，今天是还是西，有点忘记了。就是一开始没有站同一边，我们都站同一边。一开始前面有站同一边，对。就是因为多慧从韩国来嘛，然后就想要用他的语言跟他打招呼。刚刚的语言是：哎，你好，我是林湘，很高兴见到你，谢谢你，这样子。有希望之后会带他去。台湾的美食，我听说好像很喜欢臭豆腐，我自己也个人蛮喜欢臭豆腐，我可以就是带他去我家附近的小吃店吃。对，小吃店应该不会吧？打扮卡，打扮一下吃。臭豆腐，臭豆腐好吃，好吃。저번에야시장에서치어리더분들하고먹었었는데생각보다너무맛있었어요他上次跟乐天女孩其他的队员有一起去吃过臭豆腐，所以就是他觉得比想象中的好吃。那个他加入之后，跟乐天女孩除了练舞之外，有没有特别期待一起做些什么事？比如说跟林湘一起私约去哪里吗？영지말고당시에리더분같이가고싶은거있어요가고싶은거네경기장근처쇼핑몰여기바로옆에서못가가지고거기맛집도가보고싶어요他刚因为球场附近有那个 Global Home 嘛 ，H9 Global Home， 然后想要一起去，然后也是一起吃好吃的。没想过，我上次就是最近才刚从韩国回来，我觉得韩国游乐园超好玩的，我也想要带他就是来体验台湾的游乐园。我看过，你看过？刚过照片，嗯。我觉得很顺利，因为我觉得多慧的那个表情非常的丰富，很能感受到他的热情。너무잘되고그리고또처음보자마다저한테한국말로인사해주셔가지고너무감사했고저도잘못하는데대만어로막이렇게하려고노력했어요第一次见到林湘，然后林湘就用韩文打跟对多慧打招呼，都会觉得就是很感谢，所以他也要赶快学韩文，然后不学中文，然后跟林湘再更顺利的进行对话。那林湘会跟他请教一些舞蹈步骤吗？因为他的舞蹈其实在就是让球迷很惊艳的，真的，我一定会的。然后我就会问他说：“哎，这边要怎么做会比较好看？”可能请翻译姐姐帮我问一下，说：“哎，比如说这个摸头，这个甩头要怎么甩？”那你自己有看过他之前的那几场电影？有，真的是太厉害了，真的超级像韩国女团，我真的衷心佩服。希望我有一天也可以成为这样子的。谢谢。都有传过一些，就是一直在说林湘跟那个周慧都没有见面啊，是因为故意什么后不见后这样。那你们听到的时候，这种心情有没有觉得就很好笑，或者是觉得说啊，怎么会有这种误解这样？我是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刚好就是我工作的时候，就是因为在球赛前就排好工作，所以班表前面就没有班，所以刚好才一直拖到现在才见到多慧。大家那个都是网络谣言，不要乱听信。今天也是真的私下跟公开场合都是第一次见到。没错，对，没错，第一次。去之前没有遇到过。对。
那都会自己觉得就是刚刚那个情况，就是他听到这样的，就是大家都这样传的说他自己做，就是会不会也是一笑置之？啊，제가아까소문들한테어떻게생각했어요어미즈키님같이경기못하가지고그소문있어가지고어떻게생각했어요어떤소문어그냥경기같이못해서그일이너무많았어저도얼른보고싶었는데빨리뭔가못봐가지고아쉬웠는데그소문입으로만안아이이이상한소문없었으면좋겠어요 他原本就很想要跟林湘见到面，但是因为都没有办法见到面，但希望这些什么其他奇怪的传闻不要出现就好了。